我看还是0623啊。我看的是0728了。我说我改了，我说要做的。我看到了，标题那边。给。带你去标题那边。要讲这个讲多久？六菜还是很小声。什么？那六菜有讲话。我知道为什么了。我调。好。但是让你变大声，让你们耳朵流汤。那我会花红哦。对。哎，对不起，我已经调最大了。你好，我再帮你拉。对。我帮你拉到200啦。大声的，我觉得变大了。啊，我觉得可以了。帮你调到200才会爽。好了，不要，不要，狂消费其他人，救命、啊！八毛没有开麦克风，哎，怎么样？月月那边，麦克风整只开起来，大声七小时。靠，外收电话，外收电话。我送的海鲜太辣哦哦，到底要爽不爽？我整个就不爽了，你们在这种状况外，我整个就不爽了。抱歉，我一个人哦，所以我是20000多人的团队。当然可以啊，我这20000多人的团队都不爽了。我们合计20000多，我们100000人。真是我整个就不爽了，气气气气气气，吼气气气气气，我们不可以再这样子了，好累、啊。好，不可以了吗？不消费，不消费。好，我们已经整整弄什么？我们在说其他的 YouTuber 的。我在 follow 现在年轻人在看的东西。我们在剽窃他们的梗，这样子。对，我谁？蛇丸。讲出来了，直接讲出来了。讲出来告白，直接讲出来。已经开台10分钟了，那我们现在再睡一下。我要说不要。不要去他的一点点，再睡一下，再睡一下，再睡一下。我们凡事求一个圆，再睡一下，对吧？抽到大，吃到大，每天早上一定要吃啊！状况喂，那个赶紧看一遍。不要了，不要。跟不上。哦，跟不上现代的年轻人了，嘲笑民间艺人。哪是嘲笑，是。致敬 PQ 抄袭剽窃剽窃，不是 PC 吗？剽窃 PQ 剽窃PQ 是什么？剽窃剽窃啊！是哦，对啊，拼音啊！我那天跟小葵打那个传说，那几天打一两天打传说，然后因为我们两个手机都用拼音输入嘛。我们讲话这一直用拼音缩写，超智障。哎、欸，我先要分享一下我在刚刚遇到的一个事情。嗯，好，因为我今天就叫麦当劳，然后我就想说下，然后他就说快来了，然后我就看时间嘛，快来了，我就想说先下去等他，就太兴奋下去的时候忘了带钥匙。那怎么办？然后所以我忘了带钥匙。我如果开门，我如果推门出去的话，等他的话，我就进不来。嗯，可是我的手机在楼梯间又没讯号，在那个一楼的时候又不会有讯号，要走出去才会有讯号。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不能出去找，我最怕就是我的麦当劳走掉。然后我想说，可是我出去等麦当劳的话，我门关起来了，那我就连外面的大门都进不来了，因为我已经没办法上电梯了。嗯，可是如果你在里面等，你遇到住户的话，你上电梯你还可以跟他说啊，我下来，然后忘了带电那个磁扣，我上不去电梯这样子，他还可能会让你愿意让你进去。可是如果我在外面要进去的话，那可能他们会觉得你可能是外面的人，他们可能怕危险就不会让你进去。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手机就有点没讯号，然后我就在楼梯间，后来就有人进来了，我想说那我就赶快上去拿我的钥匙，然后再下来。然后出去拿麦当劳，这样应该来得及。嗯，然后门一开，进来四个，就是四个男生这样子。
可能四个男生其中一个露出了强大的粉丝之眼，靠北。然后我就按手机假装没看到他们，靠！我想说干，我不能跟他说啊，对不起，我忘了带钥匙，帮我按我家是几楼，这样他就知道我家住几楼啦。我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嘛，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只好装没事，然后他就上去了。那我就哦，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一直忍一忍，然后又过了十分钟，然后就有一个。就有一个阿婆走进来，然后我就帮她开门，然后我就跟她说：“哎、欸，奶奶，不好意思，你可以帮我撑着门一下吗？我刚刚钥匙好像掉在外面，我要出去看一下。”然后我就跑出去外面这样子，然后假装那边找钥匙，然后事实上在接电话。然后麦当劳就说：“哎、欸，他们刚好迟到，没有办法那么快到。”我说：“没关系，你们慢慢来，我要过一下才到家。”后来我就赶快跑回去，然后跟她说。奶奶，我找不到我的钥匙，你可不可以让我帮我逼一下上去？我家里有备用钥匙。然后他说可以啊，可以啊，然后我才上去，然后拿了我的钥匙下来拿麦当劳。哇塞，他人超好的耶，哦，好惊险！这个机智的我为了麦当劳。但是跟你说一件事，请说啊，你们那栋楼的人根本不会管你是不是住那里的，因为我之前去你家的时候。我就随便跟一个走出来的人说：“我要进去，可以帮我开吗？”他就帮我开了。对，带你去陌生人那边。那下次六探，你只要在你家一坐电梯，看到不管是不是住户，你看到他就说：“你谁？”白痴啊！他回家应该也已经累到不想吃了吧？没食欲了。不会，催吐、啊、不是催吐，开胃。我在讲什么？讲错，怎么差这么多啊？催吐跟开胃差太多了吧？哎、欸，那我跟你们讲，我跟 Fik 对面的房子租出去了吗？啊，租出去了。嗯，对。然后是关照。对，假的啦，干，真的，然后楼上也有观众，这一栋已经快要全部都是观众啦。那他们这样好像也很好吧？比较至少不会有好有坏啊，不怕吵吧？不怕间距啊？应该是吵不到啦，其实我那天真的超尴尬的，跟人家约在台北车站，就是那个补习班附近的那个麦当劳这样，然后很晚的，然后。我就是在那边点冰旋风，然后那边的柜台就很多人嘛，很多学生啊什么来来往往的人这样，然后就我就听到后面两个女生很小声那边，那个是老王吗？什么我不知道啊，是吗？那是老王吗？怎么讲？他，然后我就一想说，干，我好像是在受刑的，救命啊！对啊，这种我不知道啊，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耳朵听不见？不是啦，可是可以带你去医生那边。然后我就赶快，我就还是我就想说，干，我总不会转头说啊，我就老王这样。然后我就很紧张，对啊，我就一直低着头滑手机这样。然后终于到我点完餐之后，我就忘了还有等餐这件事情，我就一直站在那边等。然后他们已经站在我旁边这边，怎么办？有事吗？要问吗？要试试看吗？怎么办？万一认错很尴尬。然后我一直想说，给我一刀，让我痛快吧，救命啊！杀了我吧！我以前这种就可能就哎、啊、就正常这样走，如果现在可能会用跑的，没有啦，不是啊，你就跑不掉啊！我就在那边，我在等我的冰旋风哦，那就没办法。然后我就一直看抬头看着那个号码，想说下一个是我吗？下一个是我吗？下一个是我吗？救救我！带你去取餐那边，没有，但后来有啦，后来还有来跟我相认，我就觉得啊。那下次遇到这种状况，你可以学当年吴昕对我做的事情。要走的时候，在他耳边旁边说：“我是老王。”我不要。你下次就是走到他耳朵旁边，然后说：“我谁？我谁？”我就知道。老王，不要学啊！带你去老王那边确认七小时。不要再学了，危险啊！危！不会啦，很好笑才学啊。虽然好像已经有点晚学了，但是
突然被电波到还是可以的嘛，对不对？那我要，那我要，我要学他吃东西。感太真空了。哎、欸，他吸那个豆干，我自己都已经感觉到喉咙有点快要噎到、欸。哎，他吸豆干就是豆干撞到。我只是看而已。屁呀、啊，那个空气炮。哎、欸，他真的是这样吃哎、欸。没有，他是这样。知道啊。他连吃一整颗蛋都是这样吃哎、欸。我有点要噎到了。你噎到七小时。我那天人生第一次使用，就是那个粉红色的那个叫餐平台哦。OK。然后这是人生第一次使用，跟我妈这样也是叫那个 Skia 的那个牛冻这样。Skia。然后就本来他预计15分钟会到，后来又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延一直延，大概到25分钟才到这样。他来的时候，他就有点不好意思看着我，然后说不好意思，其中一碗路上打翻的，然后就给我钱这样，然后我就收下之后走了两步，觉得没关系啦，算了啦，没关系吧，很辛苦啦，可是怎么办？他已经骑走了，然后我就一直在那个平台找怎么给小费，我想要把钱还给他，没得给，干居然不能给小费的，哎，我之前跟你一样的状况。但是他是送过来之后，叫了四杯饮料，剩两杯、然后说不好意思，另外两杯打翻了，然后他就直接走掉了。他把两杯饮料拆会爽，带你去地狱那边。可是我对粉红色的外送平台有点阴影、欸、因为我不是说他不好用，是我不知道是我手机问题还是怎样，他有的时候都会。跳就宕机，因为我上次也是叫、然后我非常确定我定位是定我们家、就是我在追踪订单的时候看也是我们家，结果那个人到了之后他打给我，然后 我就开门，然后他就说欸我在二楼，然后我说二楼没有人啊，然后他说我现在在二楼门口，就他跑到我之前住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应该是按错了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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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问题。没有没有没有对，我后来看我的那个地址啊，我之前住的那个地方的地址，我都已经早就已经删掉，就是已经没有在我的地址里面了。那安内啦。然后他还跑到我之前住的地方，怎么会这样？不知道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在哪里哪里哪里，他就说哦，那你地址填错了。然后我一开始在想说，完蛋了，我是不是真的按错？然后。我就挂电话之后，我还检查了一遍，我根本就没有这个地址。就是我搬离那边之后，我就把那个地址删了，根本没有。然后客服就打来说：“啊，你是不是要换到哪里哪里哪里？”我说：“对。”他说：“啊，这个已经超过我们的外送范围，所以会帮你取消。”好哦。那黑色平台哈。黑色平台是，我真的是吼，因为我们家比较偏僻嘛吼，最近难得看到黑色平台居然有这么多的可能，这样这么多的可能性，这么多可能性，带你去把费那边，带了一点点绿色的黑色平台，對對對绿底黑字平台，绿底黑字平台，然后我就很高兴这样子，然后我就看五赏上面有一些从来没吃过的，虽然有点远，想说没关系，我就早一点叫这样。好不容易全部的餐选好之后呢，然后点他就说超过外送范围，然后我想说，那你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眼前？对呀、搞鬼啊！我最近对吴先生也很失望，因为他取消都不用通知我的。我很常开台前，然后想说叫一下，然后等三小时还没来，一看手机已经取消了。干！欸、可是吴先生对我很好哎、欸，我也觉得吴先生对我蛮好的哎、欸，吴先生对我也蛮好的。可是吴先生我看的时间餐厅都这样子，就是全部都弄好，然后最后他就说离你家太远了，超过外送范围，超过外送范围。可是吴先生连我让我输入地址都不让我输入哎、欸。哇，他对你好凶啊！吴先生过分，因为吴先生不想送去你那边。那你啦，我们是前天还昨天也是叫了一台吴先生的车，然后就我跟
鸟屎、Fico 还有李迅四个人上车，然后一上车，吴先生就讲说：“我不好意思，你们人太多了，我可能不能载了。”然后我说：“一般的轿车不是五人坐吗？”然后他还很震惊讲说：“对啊，包括司机五个人啊。”然后我们就讲说：“可是我们只有五个人，不加合计五个人，我们合计五个人啊，怎么了吗？”一瞬间有一点点背后凉凉的，但是后来才发现他可能看错了，瞎报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网站要关了？没错，对，先哭出来，整站抓下来，哭泣七小时，什么意思？什么是熊猫嘛？对不对？对，就是一。伊伯特，我不好意思讲全部。伊变态先讲出来了，讲出来，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同人志的分享网站，讲出来了，讲出来了。对，不过我很少看，我不对，不是很少看，我就老实讲，其实我不看同人，不看那个，不看本本，所以。我自己是无感，但是我感受到各位的悲痛。我也感受到各位悲痛，但是真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个网站。我还好，我觉得那网站，我觉得那网站难用。那就算了，恩先生是一个新的，可是我觉得他的关键字做成那些比较好找。刚刚才说自己不看，刚刚才说自己不看，操！我都用 X Video。唱出来了，好悲哦。有的时候是 YouPorn， 不要了，好广告哦，刚那个YouPorn， 不要讲了，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英文的关键词不要再讲了。我最喜欢看 A 片，而且我都看洋人。好，这个还可以，我还可以接受。我都看 X 影片门，还有。什么？笑屁了！听不懂啊！因为啊，好多影片们，来影片们，影片们 ，X 影片们 ，Hub 怎么翻？我终于听懂了。Hub 什么动儿？那就是集合器，色情布。布个屁呀！布，色情中情色中心呀，还有你色情。还有红管子，还有干叔，什么？你们怎么也知道这么多？好，干叔就是 fuck book， 不要乱说话。但是那不是个平台，那是一个点进去就中毒的网站。看，你就是知道这么多，才会一直收到这种骚扰信呐、啊！我就是被骗过，才会被盗。要去宏观那边才会爽。告白哦，真是告白哦。而且 X Video 关键字好用。鸟屎讲出来了啊！对对，又不然就讲插影片。漂亮，插影片关键词好用。亚洲毒王志祥，呀，他的 email 里面都有很多那种色情的，漂亮，而且是中文跟英文都有啦，都是垃圾信件这样子。我也是一封都没有了，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没有了。我之前也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又开始有了。我就问你呀，就问你看了什么。就我看的都是，我都是插影片搜寻 Korea， 而且我现在都是那种标题，想说，哎呦，这个是色的吗？小情侣七夕放闪，然后点进去看，奇葩定存高利降临，干就是银行的，Get， 他们已经知道你无欲无求了，有没有？他们已经知道我想投资。想到不行，想到不行。我点开鸟屎的这个齁，我看垃圾 email 第一个，爱爱用品超级口交器。哎呦，听起来很赞，帮我下定两个。不要讲出来，下定两个才会爽。到底有多超级？写情趣精品全面下杀，网路最低价，满千免运。可是， oh, no.
可是我在就是那个你的就信箱里面，然后去翻垃圾信件，捞到一封合作信。等一下，你说我吗？对、啊。哎、欸，干，快把它拿出来！注意，注意，注意！我的也有，而且我看到我都赶快把它放到收件夹里面。赶快拿出来，放在收信夹那边才会爽，快点！来不及了，七月三号收到的，已经不爽了。太晚了，不爽了。整个都不爽了。我跟厂商说我都会回的，我说到做到，我会骗你吗？我拉去收件夹了，请过目。完蛋了，我很常这样子哎、欸，所以我每次垃圾信件夹都会打开来看。干，我没有看过垃圾信件夹哎、欸。我每次都打开来看，因为很多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厂商有的时候的信都会被跑到那边去。苏志祥，我现在点开你的，然后垃圾信一打开是一个类似中东人的人 po 了自己的照片。那个我也很常收到。我前几天粉钻私讯也收到一个人一个诈骗的，说美国的，说他们一个小公司要买 po 文买我的粉丝团，然后他被我弄到生气，因为我一直录音唱歌给他听。哎他说他赖直接敲我，我没加他好友，他就那种非好友讯，他说嗨嗨你好哦，然后传一个贴图，我说您好，请问您是，他说午安哦，我是在约会网站加你的，要认识一下吗？然后我就说我没有用约会网站，他说是哦，那我加错了吧。然后我说不好意思，可以了解一下在哪边看到的吗？他说约会网站网址忘记了，不是我用的。我说啊，没关系，谢谢。干，变成不是他用的，那是怎样？到底是怎样？妈，到底是谁盗用我的 LINE？ 妈的，麦当劳打给我，我不小心用那口气讲你好、啊。靠杯了。现在下来取餐才会爽啊！哦，不好意思，再玩嘛！哇塞，白痴！哎，麦当劳在那里，你想说，看这么有力气，不会自己出来买哦？那等下下去拿餐的时候，那个麦当劳为什么一看到他就，对。就是吃屎哥约周六单挑馆长，哎、欸，我收到收到，哎、欸、哎、欸欸，我不是有贴链接吗、欸？已经打完了，好不好？你看到的是新闻、哦，我看的是直播。哈、啊、哈，我有看到，我只看那新闻，我只想讲那个，我收到收到。靠背哦，哇，他踢的真的好大力哦，我觉得那个杆那个真的是会站不起来。我，真的是会站不起来。拜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啊！天哪，哎，我的，他们一直说他咏唱被打断，超好笑。九阴白骨不，干这很屌。我觉得，可能是饭店的关系吗？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菲律宾人的眼睛都好水亮哦，就是他看着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好 pure。你说菲律宾人的眼睛吗？对啊，不行，我不能再看他们眼睛了。为什么？因为我一天晚上遇到那个、哦……对对对，你可以说这件事太屌了。你可以说了，你可以说这件事太屌了、哦，可以说了是不是？嗯，就小六去跟两个女生打炮这样子。没有，不要乱讲啊！你让他讲，我靠，带你去李迅那边。快点让他讲啦！就有一天晚上，我要去楼下抽烟，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室友已经睡了。我室友你们应该不认识，反正就别的实况组。然后我自己走下去 ，B 电梯，因为他的电梯都要 B 卡嘛。然后按下楼，有电梯没打开，里面是两个女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菲律宾人。然后他们就问我说：“你哪里人？你哪里人？”他们用英文讲。你先稍微形容一下他们的外观跟服装吗、我已经忘记他穿什么衣服了。好的，没关系。带你去李迅那边，因为小六一看到他们就脱光了。带你去李迅那边。我有记得，我那时候我问小六，他说两个长得还蛮漂亮的。我觉得还蛮漂亮的。太大声了啦！李迅变成哥布林杀手。靠背。反正就是
他问我哪里人，我说台湾，然后他下一句就直接问说，那你喜欢打炮吗？没有，你要用英文讲、啊、你说英文，你用英文不行，我忘记了。他说 do you, 你是说他说 do you like sex 对还是什么的、啊、应该是、哦哟嗯、然后 我那时候突然接受到这一句，我还讲说应该吧。你说讲中文吗？没有没有，我讲英文，我说maybe yes。 那你去你去那边。然后他说，他就说那5000块，5000块一次这样子。哦，原来是叫来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从哪来。来叫过去。然后后来他就一直问，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外面抽烟这样子。然后他就跟着我走出去，就他在外面又一直问，然后我还用赖传讯息到我们菲律宾那群组，然后跟小葵他们讲，本来想说如果他们不走的话，就要叫杰林和小葵下来救我。结果后来他们就被其他国家的人打散走了。结果你叫杰林跟小葵下来打他们一顿，说干抢客人呐、啊，带你去拉堡那边，带你去公关那边。带你去 Daddy 那边，妈还要装那个装竞品啊？干什么啊？没有，可是小六那个时候是讲说，他们原本是讲说一个3000，他们原本是说3000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听我听到变5000块，然后我就在想说，难道是一个3000，两个5000？妈的，白痴啊，买球鞋啊？应该是吧，不然嘞？等下，3000是菲律宾钱？对啊，对。你好像有点歧视。什么叫菲律宾钱？是 peso 啦，是菲律宾钱。我想说，好像不是菲币啊，是比索。哦，比索，比卡索的弟弟，比索。比索那边，带你去比索那边。比索不遇勿施于人。如果是两个5000的话，大概是台币3000块左右。所以两个人就3000块啊，所以一个1500这样子，便宜，感觉是特价的 PS4 游戏，感觉会有中毒 buff。 可是那我可以花3000块请他们帮我打扫房间。不是不是，可是这件、欸、可以这件事我最想不通的地方是，因为那个饭店是你所有的楼层都没有办法直接按，除非你有房卡，然后对应之后你才能往上按，而且只能按你的那个楼层。对啊，所以他们怎么会在电梯里穿梭呢？那只代表了一件事情，第一回合已经结束了，现在在拼那个翻桌率就对了。对，那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第一轮时速到了，但是刚好过3点，所以又可以再下一轮时速了。这代表一件事情，这个旅馆里面有2个惊叹号，可以再接个任务再回去交。谁是 round two？ 或者是代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一直待在电梯里没出来。跟领餐的时候的我是一样的。哦，而且我在LINE里面跟杰林和小葵讲，他们还一直跟我说，那就拍片啊。干嘛的这群社群呐、啊？操！真的是整栋包下来住进去小时，整栋包下来。我刚刚在点聊天室，不小心咳嗽一下，不知道把谁按成 MOD 了。谁我不知道，但我应该已经取消了。啊，恭喜啊，刚刚里面有位观众当了大概3秒的 MOD 啊。你谁 MG MOD？ 先看你，赶快氪金十抽，太幸运了。好想吃那个香菇烧麦哦。欸，我在这边想要问一个有点煞风景的问题，但是我想要请香港朋友回答我。你有什么东西是放进烧麦里面你们会完全不能接受的吗？青岛晒，你们看到台湾，你们知道台湾有一些烧麦上面会跟你说蟹黄，他跟你说是蟹黄，可是其实是胡萝卜，你知道我有多震怒吗？蟹黄变胡萝卜，这个应该违法了吧？对啊，不是啊，就是蟹黄风味，但是看起来是胡萝卜啊，吃起来口感也是胡萝卜。那就是他妈的炸鸡啊。
对啊，没有、就是、那就是广告不实了啊。他可以写蟹黄风味这样子。对啊，可是吃起来也是胡萝卜啊。没有，就是我拿起来就觉得是胡萝卜啊。干，整笼整笼包下来，客数七小时啊。去消保官那边。去消基会那边。超无聊。你知道为什么会对就是烧麦这么有记忆点吗？就是因为他们有给我们餐券。我说在菲律宾的饭店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几天几乎都是待在里面，然后还有给我们就是早餐嘛，然后有餐券，然后餐券可以对应三间餐厅，可是其他两间就是一直都是满的状态，就你没有预约的话你就是吃不到，然后就是只剩自助餐厅，所以我们有连续四餐还五餐全部都吃同一间自助餐厅，然后每次那个蒸笼打开都是烧麦。一样口味的吗？每一天自助餐都是一样的菜色吗？我记得有一天翻开不是香菇烧麦的时候，我很失望哎、欸。那他香菇烧麦变成什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在原来是看到一行21世金风味馆。什么？你怎么想到的？你谁？你谁？哦，好厉害哦！还害我破音呢，好厉害哦！可是那很久之前的，哦、不是啊？我们在想名字的时候，是有吗？是我没是吗？那我真的很划算，你还可以再笑一次。我操，真假的？干，好爽哦！看一笑再笑，哎，对啊，精华忘掉才会爽，笑七小时。好烦哦，超烦。哎呦，然后他们的就是我们都一直会去揣摩他们的心情，这样我是说工作人员这样，就是每次看到他们要切肉啊还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很忙这样子，他们一个人可能要顾好几个地方，然后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就是请他帮忙，或者有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看，因为他会先写那个菲律宾的就是他的那个东西，然后菲律宾的说法，然后写成罗马拼音这样，所以我们就会在研究那什么东西这样。可是他们就会赶快跑过来，然后弄一份给我们这样，然后又眼睛又很雪亮这样子，就是亮亮的水水亮水亮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不想吃，还是会把它拿下来。看你的人情压力好像很大哦，觉得很可爱哦。可是我有问题的是，到底外国人觉得就台湾的食物是什么？哦，对，因为有一天晚上，他就是各国的美食这样，然后就是有什么，马来西亚，然后哪里啊，哪里哪里这样，然后他有一个是台湾区这样，嗯，然后一打开，烧麦，全部都是烧麦，烧麦，而且是酱拼这样子。那边的人员还讲说，因为我们想要让大家有就是尝到各国大家各国不同实况族家乡料理这样，所以我们精心准备了大家各国的那种料理，有他们风味的料理，然后到台湾去打开全部都烧麦，超绝望。打开烧麦，烧麦虾饺，然后跟那个汤面，对，小笼包，然后旁边摆了好几罐那个李锦记，然后我们想说，干不是台湾的啦，带你去铜锣湾那边，带你去铜锣湾那边，太难过了。我现在要登 PS 看看好友在玩什么。哎、欸，我不算 PS。你应该传了一张图给我，就那时候我被两个女生问的时候，然后我就直接密李迅，我说刚才有两个女的问我要不要打炮5000块，然后李迅回我第一句话是，所以你现在在打炮吗？什么啊？回他一个一直流汗的贴图。嘛是很累是不是？很累流汗是不是？欸，不过我去一次菲律宾就 才感觉到，就是其实台湾的塞车再塞也就是那样而已。对，對啊，真的，泰国也超塞，泰国那些真的是啊，泰国真的是。欸，我们去菲律宾那天，我们去到当地，然后到机场，然后有那个接驳的巴士，然后他就从机场出发载我们到我们住的那个饭店，然后他们就
就是上车前他们就跟我们说，啊，现在刚好是当地的下班时间，所以可能会很塞，就请大家有心理准备。然后我也没有多想，哦，我就想说就下班时间，哎，不夸张，闭上眼睛睡觉，四十分钟之后我们还在原地。真的，四十分钟之后打开地图看，我们只离开了机场三公里。哦，对，好像也不到了，才两公里。整段整段塞起来，塞车七小时，真的是塞起来耶。真的啊，泰国也是啊，泰国我觉得泰国真的，泰国也很可怕。对啊，泰国真的很可怕，真的要出国看一看呐，啊，就会觉得台湾很棒。在大马路上，你直接就是下车用走的，都比你开车还快，快多了。可是真的太远了，啊，太远了，真的吓到哎，欸。然后我们就睡嘛，因为那个时候坐飞机，然后刚好下来，然后大家想说休息一下。再张开眼睛想说要到了没？嗯，跟刚刚的景色没有差很多呢。超屌，这很夸张。然后就可以感觉到那个贫富差距真的好大哦，就是会先看到，比较就是有点像台湾的房子，就是铁皮屋那种嘛，会看得到铁皮屋搭起来的房子这样。可是旁边紧邻就是一间超级现代化的超级大卖场，然后说没错啊。对啊，然后再到等到就是快接近我们要住的饭店那个附近，完全就是超级高级的商办大楼区这样，超级繁华哎，欸。可是那边的治安好像很不好哎，欸，很不好。我们一从机场出来就直接看到一个拿着散弹枪的那个警卫，他没有拿，他是直接挂在脖子上。对，他挂是挂在身上，吓我一跳。我说一从机场出来看到拿散弹枪的歹徒。我靠，治安超级不好。雷吉一看到就说：“他妈的，那时候玩游戏一直有跟我说警察拿枪在街上走不合理，谁讲的？”妈，还用台湾？还用台湾看世界啊？对，就真的是出去走个几趟才会发现，哦，真的哦，每个地方真的都不一样哎。然后那个手把声音怎么越来越大声了？因为我妈的存档点旁边怪很多。我在国外嘛，只是超赛而已，妈的被枪指干，好像我贩毒一样，操，好可怕！对，他妈的，不要再唧唧歪歪了。而且我们住的那个饭店跟旁边的那个百货公司，你想想看，百货公司有点像星光三月那种地方，进去出来都要过安检门的，你的包包都要放在那个安检的机器上进去，然后你才可以进去这样子。没有啊，可是我觉得他那个百货公司很松哎，欸，他就只是让就随便照一下，就用那个一下对金属探测器看一下。可是基本上我觉得会用金属探测器看，还要过那个安检。可是金属探测器响了，他也没有干嘛，他你也要可以进去。哎，啊欸，我超大声的，哔那样子，然后他就说OK OK， 那就掉过去。可能我们看起来是比较普通的观光客吧。我说 OK OK， 然后对讲机那个说，等一下开枪把里面的人干。他搞不好只是探测贫穷度啊，不是探测金属啊。探测贫穷度的话，我跟小六现在是验不出来的，好不好意思，啊欸。搞不好在他们国家里面还算是贫穷啊，还算穷。可是因为我们看起来就是一群死光客，然后只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华人这样。如果我们很大人，老子朝向来的，可能就直接就来消费的这样。可能根本不用扫 ，OK OK， 直接过去。而且去之前看了太多那边的新闻，然后已经有被害妄想症。我们在一间便利商店，然后在里面逛了一会，但是有一个当地人就是也在店里待了很久，然后他在我们旁边一直讲电话，然后我就跑过去跟老王说，他是不是在叫人过来要抓我们？我们快离开这里。应该也没那么夸张啊。我们不是就是全家对面那条街常就是路边会停很多台机车吗？嗯，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就是他坐在车上面，然后不知道在等什么，我就觉得他干他们已经车手，等一下我们过去的时候，他一定会加速冲过来把我们包包抢。我突然想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我们到菲律宾的时候，不是要写那个入境卡吗？嗯，然后那学不是小看你，对，想到我还在生气。就是写那个桌子的对面旁边有一个超大玻璃，有一片超大玻璃，然后那边好像是他们等候区。对对，然后就有 一大群的不知道哪一国的人，然后一直在对面，然后看着我们在写那东西，然后一边笑一边他真的狂盯着你们看。而且你知道他不是坐在椅子上看，是我们填那个入境表格的那个桌子，然后桌子的旁边就是靠着墙壁，可是是玻璃，然后那群人就贴着那个玻璃，然后狂看我们写的内容，然后看着我们的脸笑，然后不知道讲了什么。他还有做那个轻轻的动作啊。
然后我他妈的就一直看着他们，想说干你啊，穿小了，干你啊，干你啊，穿小，干你啊，超不爽的。然后我就看到有人用口音这样看着他们说，夸啥小，那个人就是我。但是他不是拉拉，我没有跟他说夸小，小烈有夸啥小。但好像不是菲律宾当地的人，我个人研判是别的国家的，应该不是台湾人，就不知道到底怎么。但看起来不是台湾人。你现在哪一支？我要换电脑，我电脑也快坏了。我 iPhone 6，我还在用6。干，好屌！我是我用，我现在买了一支 XR， 我觉得还不错。水哦，我要买。而且很鸡掰的是，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 iPhone 6是这样子，就是我的漫画人打开来，全部都只有大陆漫画。应该没，应该跟机型没有关系啊，应该跟 App Store 比较有关系。有人说只有 iPhone 6会这样，真假？对啊，我用我的平板看就可以看得到一拳超人，可是用我的手机看看不到。我知道啦，你的手机轻中。哎、欸！我靠！马上换掉，好危险，好危险！明天就换掉。你把手机套打开，整只整只红色的。还有五颗星星。靠我飞！什么东西很大声？是谁很大声？我刚刚调了一下音量，我发现我的音量都拉错了。现在应该好了，现在应该是很 OK 了、哦，大家都很平均了。对不起，为了道歉，我刚刚太大声吓到大家，我决定闭嘴30分钟。不行，哎、欸，不行，不能让你受这个委屈，我来帮你顶这个罪。哎、欸，为了弥补大家，我决定打开联盟战旗。我打死你们哦！而且我已经开一个房，然后我要阿北，我跟他说，他就是他一进来就说三小也不是在开台，我就说一心二用。看你们这些人，不要这样子，太过分了！整段关起来，闭嘴7小时。真是吼！我没开好，我就是专心聊天，好不好？对，就是要我刚刚已经找到存档点了，我已经关了。那你到底在玩什么？你说。啊？哈小了干。啊，小了。我在玩《Dust and Elysian Tale》。我刚看到《三国志》曹操传。一心而用，三刺客四帝王。靠呀！先靠背哦。赞哦！你家的猫每次听都觉得好好笑、啊，好沙哑、啊，真的是死金猫哎、欸！好吵哦！我怕它一直咬我手哎、欸。你要不要在这边问一下大家，你应该怎么处置比较好？我可以擦那个、啊、抗蚊的那种东西，他觉得很臭，他不敢靠近。防蚊液是不是？对啊，对啊，对啊。哎、欸，你们猫会一直想用，一直想用鼻子弄你的嘴巴吗？不会。会闻啊，如果你刚吃完东西的话，他们会好奇的闻一下。他会一直，他就他鼻子就很湿，然后一直想要弄我脸这样。很湿是因为精神好啊。可是我都会拿我的狗的鼻子一直摸我的脸、欸，他在干什么？当瘦脸器在用是不是？耶、yeah, ，鼻子冰冰湿湿很爽、啊，猫还附和，他在占领你的脸吧？感受一下气味，鼻子冰冰的才会爽，好爽，好聒噪。那我要带蕾蕾过来跟他抬杠一下。他常常会就是突然跟我对视差不多3秒，然后突然扑上来，就觉得他的玩具耶。也许他看着你3秒，然后就是有一种干嘛空在小干你啊，然后想要扑倒你的意思这样。也许全部都在骂脏话、啊。我真的觉得他有可能是在骂脏话。我们明天去买玩具啊！我觉得他精力过剩啊。蕾蕾，跟他讲不要吵。你太小声，你大声一点。嗯，累。
太小声了，好轻微，太小声喽，喵，太大声喽，喵，耶，他讲你谁？太小声，丹恩，好声。蕾蕾虽然很可爱，非常非常可爱，但是她真的好臭。蕾蕾不只是身体臭，嘴巴臭，她的屁股好臭。我那天抱她，然后 hold 住她的屁股那边，就整个左手臭一整个下午啊。哎、欸，对哦，她如果坐在你的手臂上，你的手也会有她的屁股味道。没有，现在不会了啦。真的吗？为什么会臭啊？最近一两天才会的。屁眼臭、啊哦，对，我就说肛门腺是不是该挤一挤啦？好吧，肛门腺挤出来才会爽，枕头枕头挤起来，烦死了，清理七小时，该去健检了啦，该去健检了，好妹，走啊，走啊。走啊，揪团啊，一起去啊！走啊，来啊，来啊！我也要去做健检啊！不是你的，猫咪的。那你去兽医那边。我现在想，啊，下次天气好的时候去帮蕾蕾洗澡好了。然后想一想，可是我们的友谊可能到那天就结束了。你说你跟蕾蕾吗？我跟蕾蕾的友谊。不会啊，蕾蕾不记仇的好不好？是吗？是啦，买洗澡的东西都买了来啦。好吧，下次天气好一点的时候啦。不然你先来我家帮烧饼洗。干烧饼不是都是直接去外面洗澡的吗？对，但是可以在家里洗也比较省钱。你节省一点钱才爽。像我跟烧饼的友谊到那天就结束了。不会，他很好洗，当抹布洗就好，因为他不会动。那你我不洗，我不洗，不是啊，不是啊，那你自己洗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我懒。看，只要朋友带劳才会爽。看你们这无良四徒，天地良心呐、啊！整只整只洗起来，洗个七小时。很烦耶、欸！那个阿娟家的猫欧咪超可以被洗澡的、欸，它几乎两周就洗澡一次、欸，哎，它很勤快，快比我们某些朋友洗的还频繁嘞、欸。屁啦，两个礼拜、欸我推丢它看灰夜姬成功了，好看，很好看呢、欸，非常好看。对我来讲，我觉得超级超级好看、欸，超级好看。我觉得超好笑哎、欸！我靠，万一可多，他的那个状况真是太写实了，但是表现的很浮夸，可是心境实在太写实，而且 OP 非常好听，哦、尤其是像我这种烧脑仔，真的我觉得超好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哦帅，哦帅”，超好笑。Oh love me, Mister, oh Mister。Love is war, love is war, love is war。吵死！迷你拉面，又说 OP 超像张宇唱的。对啊。Oh, love me, Mr. Oh, Mr. 我超爱这一部，我超喜欢。我也很喜欢。你知道我不是有一天没有睡觉，然后还早期去录影。对，然后我从新竹回来的时候，然后就摸一摸出去吃饭，然后弄一弄回来，然后晚上九点，我还开台，然后开完之后十二点多，然后去刚好 有朋友有事去帮忙搬东西，回到家一点多吃东西，然后就他带了东西给我吃，所以我想说不得不吃，我不想要把它冰起来或留着，然后就吃，我想说边看那个灰夜姬，然后边吃，但我含着一口饭摔到早上十点。Love is war, love is war, love is war。我觉得你的那个淀粉酶一定很高兴，就是因为我真的太累了，把饭留在嘴里这么久、欸，哎，我终于可以工作到天亮。哇塞，那你早上的那口饭起来之后，你直接吐在瓮里面，就直接变口诀酒了。我要吐了，这那你又把它吞进去吗？没有啊。我觉得早起来嘴巴里面就超黏，这样超不舒服。哦，吐啊！
就是在我的脸颊，你知道，因为我吃东西都会先存在脸颊，然后慢慢把它吃完，这样。哦，仓鼠型吃法。看，你真的是一起床就有酒喝哎、欸。看，好险没噎死。就是他写啊，原来是这样，他是写国外有一个饲主，然后自己家的仓鼠整整三天都待在笼子旁边，不吃也不喝，然后也不玩啊什么，就闷闷不乐这样。他很紧张，带去看医生，然后他说他妹就问说最近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情况，然后他妹说有啊，前几天仓鼠逃跑了，然后我们在冰箱下面发现他，可是发现他之后就把他带回笼子，之后他就是三天都不吃不喝，一直坐在笼子旁边这样，然后带去看医生，可是去医生就是放在桌上的时候发现他也没事，走路很正常，也开始吃喝，一切都没事这样，就后来他发现他的那个囊袋鼓鼓的推一下，发现里面有一块磁铁，所以把它放回去笼子里的时候，他都会吸在那个金属。超好笑的，我觉得这超好笑的。开始吸住，再吃嘛。他偷偷在冰箱那边抓了一个磁铁，塞到夹囊里面，结果放回笼子都会吸在边边。不是不想动啊，是不能动、啊。看，真的是超好笑。还想控制重力啊？整颗吞进去，吸住七小时。七小时。干，超屌。好可怜哦！我想到那个画面，就觉得他一定想说：“我、哦、干，怎么这样？到底是什么？我的脸为什么一直被粘在这里？很不舒服。”什么？有人说，我也觉得八毛很久没讲话了。我还好吧？看你那个声音，你那个声音根本就不是蛇丸系的，我看你那根本是打接力系统的棒球，好不好？哎、欸，我开始有点快要噎到的感觉了啦，不舒服，我不舒服了。嗯，好想吃。是什么声音？蛇丸吃豆干的声音，不要学，不要叫他的名字，好悲啊！哎呦，啊，棺材板我很喜欢呢、欸，我根本不好吃，那是什么、啊？我觉得棺材板超恶的、欸，我超不喜欢的。你才恶嘞！哦，我真的有一种，啊、我知道你那个声音还很像一个东西，就是。那种游乐场里面有一个那个那种彩票机是打小丑，打小丑牙齿。哎、欸，我现在真的有都是噎着我喉咙的感觉，我想吐哦。有什么是我不喜欢吃的东西吗？有啊。大便。你谁？大概国小生排名。不喜欢吃的东西前五名就是我不喜欢吃的东西。我刚一瞬间想到自己已经，我刚一瞬间想到自己已经要34岁了。我还在那边大便，精精，大便屁股尿尿，突然有点傻掉，奶子，猜你喜欢吃什么东西好了。嗯，我觉得你们要猜我什么东西不会主动买来吃比较有可能，因为其实是蛮多的，只是我什么都吃，不会主动买来吃。对对对对对，大便，白痴哦、喔。那我先好，不会主动买哦、喔。对，葱油饼出去，猜对了，不行，我觉得这样问不行，因为我很多东西都不会买来吃，因为我都是吃很普通的东西就可以了。可是如果你，可是如果我去逛夜市看到我想吃，我就会买。那我知道了，鱿鱼羹。哦，鱿鱼羹不吃，不买。好厉害、哦！游戏结束喽。那你应该要把你那个手机可以叫到的东西都PO出来，然后我们看你没有点过哪一件。鱿鱼羹我是真的不会点，我这一辈子没叫过。就算我就住在北投鱿鱼羹附近，我去吃过了无数次，我也是没吃过鱿鱼羹。咸豆浆已经发现了，很烫的全部叫一轮。对，我觉得就是很烫的东西。可是咸豆浆我会喝啊，我之前跟小六他们去吃，我会叫咸豆浆。好喝，好喝、啊，看起来像东区呕吐物，但是好喝、啊。
我想看还有什么。哎、欸，他回来了，他回来了。所以谁赢了？什么？怎么了？终于回来了！我刚去煮东西吃。太爽了吧！那我们来猜你刚煮什么？我们现在要猜你煮什么？现在这一趴是猜你煮。我赌，我赌，我赌。那我先猜。好。水饺。错。煮，我来，我来，换我，换我，换我，知道，我一定知道。煮粥。错。个大便。那换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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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猜错，但我想猜这个。五斤长网。错，太扯了吧！太难了吧！太大半夜煮五斤长网，太难了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面的啦，泡面啦。错，哇！什么？半夜还可以煮什么？你半夜居然敢吃泡面以外的东西？为什么不行呢、啊？你刚吃完鸡的架，你说我？我没有煮啊，是他帮我煮。茄子天哪、啊！那我要猜一个很不可能的。小六或鸟屎，烧麦，错了。好，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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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一定中。我想一下，那你问，还要想一下，还敢自信淡淡的、啊？对呀、啊，我一定中，我一定中，但我要想一下。好了，好来，贡丸汤，错，贡丸汤是你家的吧？妈的，对，换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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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你啊！一轮了，换我了嘛？好，我来啊！我来，我来，我知道了。馄饨，哇，干，还敢塞满的说错，干干，我知道是什么了，我觉得我知道，换八毛，换八毛，煮着、这很难啦，你们很难想到啦，错，自己在家煮葱抓饼，很接近呢、欸，很接近葱抓饼，冷冻的东西，八毛不能猜。哎冷冻葱抓饼，很接近葱抓饼。那我看就是威灵顿牛排。猪肉馅饼，错。猪肉馅饼错了吗？都错。蛋饼，蛋饼，错。好，换我了，换我了。干的，你在那边。然后结果他说很接近，就是他们刚刚把葱拿去炸炸来吃。我知道，我知道是什么，我知道是什么。薯饼，错。换我了吧，换我了吧。来，换你。好来哦，来哦，看一下哦，很接近的，这个吗？海鲜煎饼，错，我跟你们说，早餐店会卖。萝卜糕，部分的早餐店会卖。萝卜糕，换我，错，换我，部分早餐店会卖，是不是每一家都会卖？沙朗，错。哪一家早餐店卖沙朗？跟我说。而且跟葱油饼相对的，都是吃的。鸡块，哇！鸡块每间早餐店都有了。可是我突然想不到其他的啊。该谁？水仙包，哇！八毛，乳酪饼。对，你看聊天室。啊，乳酪饼。嗯。哇靠！好小众哦、啊，这真是一个好不适合在半夜的时候吃的。对啊，好麻烦哦。没有没有不麻烦，它就是用、哦、用那个，它就是用平底锅，然后不用油，然后直接煎一煎就好。乳酪饼是酥皮浓汤上面那个吗？那个酥皮是不是。哎、欸、哎、欸，乳酪饼真的超好吃的，我好饿哦。我没吃过哎、欸。欸、那你没有吃过乳酪饼？但是那个酥皮没有错啊，可是它就是一面酥皮，然后另一面是吐司啊。哎呦！那我猜，这个乳酪饼李迅吃，一定应该会吃吧？欸、这个他吃，他吃，他吃，吃啊！这早餐店，我看他典故，不是不是，但是你 Leggy 吃的乳酪饼是那种吗？就是一边是吐司，然后一边是酥皮吗？没有啊，就只有酥皮的那一边啊。那它其实不叫乳酪饼。它就是叫酥皮、嗯，没有没有没有，酥皮它跟酥皮浓汤上面的酥皮不一样啊！真的假的？吐司是另外夹的啊！你们自己看哦，这个你们一定饿，这超他妈好吃的，香毙了！这什么屁呀、啊？就它不是就是一边加吐司吗？吐司是自己在夹的啊，可是它有单卖那个皮皮、啊，你只吃中间的就对了。
酥皮不一样啊，它跟酥皮不一样吧？一样吧？一样啊，这个就是酥皮吧？就是酥皮的、啊，一样吧？干，真的吗？整片整片，他用整片整片烤起来，乱吃七小时啊！原来它就是酥皮哦，是哦，酥皮啦。干，在中间包吐司，然后那个美乃滋甜甜的，真的是会爽到勃起。这么爽，受不了！整根整根翘起来，勃起七小时。哇，看医生！我靠、啊！健保卡整张整张拿出去，候诊七小时，排队七小时，挂号七小时。哦、不好意思，我要挂号，请问是出诊吗？能帮我填一下这个单子哦。哇塞！好烦！你知道我因为我这个月就是日夜，就是比较日夜颠倒啊，就是说开很晚，然后很晚睡，然后睡到中午这样，然后作息有点改变之后，我的那个经期就没有很稳定，就我月经就晚来了一阵子，然后肚子很胀，然后一直不来，然后长痘痘，然后前几天开台，我就一直对我的肚子喊话，我就说你他妈有种出来啊，你敢不敢现在就剥落？我问你，就问你现在敢不敢剥落？我就问你出来啦。就问你现在敢不敢出来？然后结果开台开五分钟之后肚子超痛，我说哦不对，另一个地方有东西要出来了。叫错人啦！真的是很尴尬，突然就有别的东西要出来了。我今天觉得非常欣慰，因为我的 Discord 群有一个。想想的梦幻世界给大家飙车用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群那个频道里面全部人都在玩数字接龙，然后这是很欣慰的事情吗？没有没有，很欣慰的是，反正一直无限的数字接龙之后，昨天还是上个礼拜，哦不，反正前几天有一个人接到317的时候，然后打一个317周一阿黑，然后放了一些阿黑眼的照片。然后再往下，又有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贴了一些抠车的照片，然后我就说，原来还有人会开车哦，我还正想改成数字接龙区，下面大家就开始开车了，三哦，终于不用改了，终于飙车了，三哦，很难怪你很欣慰，我很欣慰，感觉全身都是金星味，对，以后请叫我金星发。不要吧！干！我才刚讲完 Discord 群，我很欣慰，现在又开始接龙了，接到330了。波林到底有多喜欢接龙？真的？哼！我要拍一张全裸、自己全裸的照片贴在那个群里面，抛砖引玉。不要啦！那你有没有飙车到了啦？抛屌引奶。你就把之前那个粗跟喷射的照片找出来，大家就会以为是你。我现在还有，而且 我把那一张图片归类在，就是我会给，就是我这边有一整区是我收集苏子祥的照片，然后有时候会给厂商选这样。那一张图片太危险了，太危险啦，太危险啊不呢？哦，真的很危险，我有时候都很怕我会拉到这样。真的危险的，好危，好危险哦。给你们看这个稍微秀的，大概还是这种感觉了。原来是为滴滴滴命名。有一张在那里，很恐怖。哦呦，很屌、哦。苏志祥素材区哦，真的很素哦，看真的很恐怖。你如果哪天真的看到这一张，你真是死定了，我会笑死。想要说不是他都撇不清关系。啊不呢，太像我了，再看一次还是很像。而且其实我有用这张图去以图找图，有找到原档哦。干。屌，so similar 啦！哦，看，太赞了！
水，你要笑死我。哦哦，好开心的人。哦，他鸡鸡好大啊。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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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他很像抓着一块红牛哎、欸，他脸真的好像你哦，真的好像你。可他鼻孔好，可他鼻孔好翘哦。哇，他鸡真的好大！我的天哪、啊！可他真的是 monster 魔爪。不愧是真真。Oh my god! Oh my god! Oh 天哪！Oh my god! Oh oh! 哈魔爪哥、欸，魔爪哥，这是魔爪哥哎、欸！我真的会笑死，因为 monster 啊！哎呦，我的头好痛哦！我要再吃一颗头痛药了。他让我笑的，我的头又胀痛了。哦天哪！我应该没有在有人区讲过吧？没有。哦，反正我就是想要去看 4DX 的版本这样。可是我发现的时候，那天是最后一天，然后只有台北的信义威秀跟林口的那个，就是离我比较近的，就这两间。然后我看新一威秀的好位置都被别人选走了，我就很生气。我想说，干，今天没事，我他妈就去林口看。就林口的人超少，但是那一场大概只有五到六个人。结果我的那一排完全没有人，我很高兴。结果在靠近的时候，发现我的那个位置上面有三只小蟑螂。Be prepared 。然后我就一直站在那边，我就罚站，站在走道上罚站，这样想说。好，打蟑螂七小时，我等，没有，而且他们一看到我，就是我用那个痛苦凝视，这样一直定凝视着他们三个，他们就直接钻进椅子的下面了。干，还可以这样凝视的。然后我就太伤心，我就一直站在位置旁边这样。然后等到那个灯关了，然后开始播了，都没有人，我就往后面坐一排，然后一直抖脚，因为我很害怕他们往上爬这样。好惨哦。超害怕，真不爽哎、欸！这种时候真的是超害怕。他们坐我的位置，他们没有买票，凭什么坐我的位置？气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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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气了。然后我整场就是把我的包包抱在怀中，然后把口这样压紧，我怕他们跑进我的袋子里面。哦，看着好紧绷哦，一直抖脚，一直抖脚。然后把我买的饮料是那个伯爵拿铁。然后我就把那个封口抱在手中，我就超级害怕，这样子看。哦天哪！真的是我真的超级不怕蟑螂哎、欸。可是我不希望他们在我看电影的时候在我身上爬来爬去的，我会发疯。我有一次在北投吃一间牛肉面，吃一吃也是一只蟑螂爬到我手上，直接把它当油葱吃掉。它爬到我，它已经爬到我虎口了，就已经在我筷子旁了。这样，那我就换左手拿着筷子，然后把右手抬起来，然后把它甩掉。这样，哦哟，我有拿抬起来，哇塞哦，把它吃掉。来，有蟑螂，哇塞！我觉得有东西噎住我了。好臭你！好，差不多了，可以收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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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然后就要学那个 MIB 第一集一样。哦，这是你表哥是不是？那这是你阿姨是不是？哦哦、不要再吸了，不要再吸，我喉咙好不舒服。哦，我要吐，我要吐了。哦，八百磅无情碾碎。干屌啊、哦！性感八百倍，性感快转中。反正就这样，那就是我第一次，而且那天最悲惨的是，我出戏院之后，就是下超级大暴雨，是天空会一直有闪电的那种大雨，就是已经是阿狗的那个等级了，你知道吗？阿狗，归我，对，归元，臭臭。然后我整个阿狗等级的大雷。
整个脚都进水，哥啊，整个鞋子都进水啊，好不好？然后我就这样泡着整脚都是水，然后坐机场捷运回去，然后去数字祥家，然后把臭臭的脚水擦在他的床上，然后用他的吹风机吹我的鞋子跟袜子。对呀、啊，而且在他的棉被里面做这件事情。Oh yeah！ 那我就直接死掉七小时，不对，死掉七天，直接投机。棉被整床整床拿起来丢到七楼外面，整床整床拿起来消毒七年，臭死！啊、哦，好累啊、哦！啊，收工了吧，收工了吧。差不多啦，三点喽。糟糕，糟糕，看起来三小时。